上节课我们画了一幅啊，画了一个山水画呢，比较简单一点呢，进出一棵树啊，全部是用颜色点的，头型点的啊，但是大部分老师都画作业了，有个别老师还没有画是吧？画了呢，老师呢这个点的那个前面那个树呢，有点就是有的老师点的很好啊，说浓郁。就老师看课的时候有个这样的就是特点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啊，把那个课全部看，看就比如我录完课以后我发给大家嘛，然后你看个，我觉得你看一遍你可能，可能听不到啥东西，得看个五遍吧，也别说看五，反正就五六遍就看完以后，就你看个五六遍，不是让你一下子看五六遍，就你哎一开始看个一两遍，然后再哎过下午再看个一两遍，这样呢，你能看五遍，基本上你都知道这个我讲的课的那个内容重点是什么了，并且也能记住点这个，我哪个是重点，哪个是需要就是怎么去点呢，点数的，要如果要是看呢，就是看一遍的去画的话呢，容易就是你记了这记不住那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因为我这个纸的大小是这样的啊，这个纸的大小是四 K， 不是四尺，然后给它裁的啊，给它叠裁的，这四尺就这样给它这样叠，四尺整张了这样叠，哎，裁成最后这样这么大小的啊，这么大小的。我们这学期就是主要是以青绿山水画，也包括很多，因为我讲的这个不是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青绿山水画嘛，我主要讲的是那个现代的，有加进点现代的这个山水画在里头，就是所以说大家呢就是都尝试，这样呢对你呢也是一个启发吧。我现在哈，我再画一幅啊，这幅呢是以你看上节课咱们是以蓝色哈为主，蓝色调为主。也就是冷色调为主，咱们这节课呢就用黄调子为主。我先拿一个大的这个提斗笔啊，非常大，其实也可以用排笔啊，也可以用排笔啊，到时候咱们或以后讲的话呢肯定也会用到这种各种方式，各种不同的笔啊，不一定非得用毛笔。好，我现在把它打湿哈，打湿打透，然后我先调出来黄颜色，先把这个黄颜色调出来，你看你用多少你就调多少。我这个画是迎面扑来的，是一个就是秋天的那种发黄的那个树叶啊，但是这是因为咱们国画是一种意象哈，采用的是一种意象，所以不是说很具体是哪种树叶。我现在这个画上去点啊，但是这个点的时候要注意空白啊，要注意空白，要留有空白，侧锋啊，侧锋面积大一点。先用藤黄，先用藤黄色去点啊，你看我现在点的就是比较就是侧过来啊，笔侧过来。别太干了啊，这个不能干。不能干啊，不能太干。注意它这个空，一定要留有白啊，留白。留白是有用的啊。所以说我说国画呢，不管啥画都不能画的一下子画的太满，太满的话你无法去填颜色，填充颜色。你看我现在哈，有时候这个构图哈是需要去，你看到这儿我都用这个笔根处去扫它啊，到边儿的时候要用笔根处去扫一扫啊，去扫一扫。你看这个构图是这样的啊，是这样的。
留白，这块要留着白的啊，这块要留着白的。好，这个时候我这个黄颜色是比较淡的黄颜色，我现在需要在黄颜色里面再调点这个珠标。调点珠标，哎，你看，稍微让它发点红的，要跟我这个颜色有所区别。你看啊，我现在开始，我为什么要留白呢？大家可以，你看，我为什么要留白？就我往里面填颜色呢，啊，往里面填颜色。如果你不留白的话，你没法填颜色呀。你看我现在都是可那什么啊，可润的啊，就是可湿，要湿湿的啊。在里面填颜色去，你看这个黄里面泛点红，其实这个也是破色了哈，这也是叫破。你看我现在，你看这个起伏变化，就会有起伏变化，这样一个关系在里头，你不是平的了哈，不是平的。所以我们大家为什么要去尝试这样的去画吧？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方式吧。你看，我现在画到这儿了哈，画到这儿的时候呢，我现在去干嘛呢？我现在要，这时候是比较湿哈，我还又该翻过来了啊，又该翻过来，翻过来干嘛呢？我现在需要去，还要去给这个翻面再去涂上一个比稍微浅就是黄绿色吧，造成一种这个气氛。黄绿色我们就加点这个花青啊，淡淡的绿色，就是黄绿偏黄的多，那个花青少。你看黄绿嘛，黄绿色，所以说你的黄颜色要多，花青要少。就这样一个颜色，干嘛呢？我在后面再去画，这又是一种颜色，啊，这又是一种颜色。你看，在后面去画它，因为咱们宣纸呢它薄嘛，哎，你在后面画呢，也是这个颜色会透出去啊，对吧？会透出去，你看你这个。色彩可以，就是大家看，多看几遍，这样去怎么去涂这个色彩，啊，多看几遍。好，我现在再翻过来，啊，再翻过来，你看它偏黄绿嘛，偏黄绿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要趁这个墨色没有干了哈，我要去蘸浓墨，画点树干，就是用点这干墨啊，画树干。干墨啊，墨比较干的。干墨啊，干墨。现在就是在破它啊，就是在破它。不是说就是我，就是因为这现在很湿的啊，很湿的。就是要去破这个色，墨破色，把这个树干给它画出来啊！我们画树干的时候呢，哎，就是要怎么样？要你看这个啊，这个把它主树干先画出来啊，把主树干。这是一种效果啊，这个也很有意思的，你看哈，非常有意思。这是。破了。